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岳家新语》第二季，我是靳世毅。我在大学的时候修读的是唢呐管子双专业。96年新加坡华乐团成立，我来报考的时候啊，考的也是唢呐管子专业。这一晃来新加坡华乐团已经25年了。作为乐团的唢呐管子声部首席，很感谢乐团这些年给我提供了很多独奏的表演机会，使我的唢呐管子双专业得到了充分的发挥。新加坡华乐团刚刚成立的时候，那些年乐团年轻而富有朝气，充满了活力，这也无形中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。这次疫情期间呢，我又自己创作演奏制作了两个音乐 MV， 西出阳关和那些年的落水天。通过这些年的创作和演奏的这些实践呢，我一直在思考唢呐和管子这两件乡土气息非常浓郁的乐器，怎样使它年轻化、流行化、城市化。大概3-4年前，我跟唢呐演奏家刘江老师一起来研发的。新管是将传统管的双簧片改成了带吹嘴的单簧片，保留了传统管的指法、吹法、技法，比传统管更加容易演奏，转调、半音，音准呢更加稳定。它的声音啊与乐队的融合性也很好。希望我们改良这个新管呢，以后在乐队中逐步站稳脚跟，丰富管子家族，为管子声部在乐队中提供更多的可能性。